牛津剑桥的同学们、学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霄云，很开心能够参与到2021牛津剑桥春晚。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每一位海外学子除了在认真学习的同时，也迎接了更多非同寻常的挑战。希望我带来的这首《还可以爱吗》可以陪伴大家一起迎接新年的曙光。歌唱部分我们昨天也发布了跳过舞。是啊，现在国内外各界人士都非常关心我们留学生的安全。这不，我们春晚邀请到了黄霄云老师为我们助阵。黄霄云老师真的唱得特别好听，而且声音特别的空旷，你觉得呢，一家？是的，我特别喜欢黄霄云的声音。黄霄云自参加2015好声音以来，也是发行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刚才已经词穷了，我感觉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实在是太好听了，简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，对不对？看来你还是没有词穷的嘛。我知道你喜欢黄霄云老师，不过呢，大家也不要着急，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。2020我们经历了很多，但是相信过去的一切都会化成我们前进的动力了，对吧？没错，虽然说2020给我们很多的磨难，但是我们也成长了很多。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所以，让我们一起翻开第二篇章，除夕夜的新月吧。